Philip 同埋 Hero， 你哋去休息先。辛苦晒，陣間見。食埋早餐先啦，好悶啊，聽日解啊嘛。我哋食咗啦，一陣又要接你間，所以應該爭取時間休息。鬼死怪啊！拜拜，好，拜拜。Holiday， 你咪冇嘢做噶 ，update 多一次，咪得report。OK。咦，所有 data 一模一样喎。哇，出边万里无云，实系好天气啦今日。好天气系咩唔好啊？无风无雨去到目的地。但你唔觉得做 sim 系有 feel 好多嘅咩？就算嗱，我打机喺屋企，我都觉得自己冇紧架飞机噶嘛。唉，依家好似喺个3万尺嘅高空 office 发牢紧啲 paperwork 咁。你头先讲得好啱啊，打游戏机玩假噶嘛，有咩唔得咪再嚟多次咯。但喺现实生活里边真系冇咁多受风球啊，爆 engine 啊呢啲咁嘅嘢，喺现实生活发生过一次，我谂你唔想再有下次噶啦。 早晨，今日早餐咧就依肉炒蛋啦，有沙律、多士同埋 egg benedict。Captain Tom， 你想要乜嘢啊？egg benedict。OK， 我要嗰個咩炒蛋咧？煙肉炒蛋啊，同女朋友撐台嘅真係就鹹魚白菜都可以好好味噶噃，所以佢咪食曬鹹魚白菜，我食曬啲好嘢咯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OK， 哦，by the way， 頭先 Econ 嗰度咧有位女乘客叫做 Dora Fong， 佢話係你咧讀氣象嗰陣時大學同學嚟㗎，佢想見你啊。哦，Dora， 係啊，我大學嗰陣時最好嘅朋友嚟嘅。 我而家出去見佢。Heather， 你同嗰位乘客講，飛機飛行途中咧，機長係唔會出去見乘客。OK， sure。 點解啊？我而家咁得閒 ，Heather 又喺度，只要兩個人喺 cockpit 已經得噶啦，點解我唔可以出去咧？問題係你點證明佢真係你識嘅朋友嚟啦？我出去見到佢咪知咯。 好多恐怖分子都用呢個理由呃機長出 copy， 然後挟持機長。機長本身安全，隻架機嘅安全亦都乘客嘅安全。OK， 呢個理由道理，但係唔係喎？上次 Captain Mac 飛嗰陣時，佢都出去見朋友㗎。同埋如果唔啱 call 佢 ，Captain 都唔會咁樣問我啦。係啊，所以你下次同 Captain Mac 飛嗰陣先出去見朋友啦。呢架機 under 我 control， 你就要守我規矩。 Understand？ Hey， 問一個問題啊，乜嘢生果係識打字嘅咧？香蕉啊，不打字蕉啊。OK， 你真係笨啊！問多個簡單啲嘅，乜嘢生果識種地啊？ 系蕉啊，中蕉！你可唔可以成熟啲啊？咁细路仔啊，做乜嬉皮笑脸嘅？今日件事又唔应该反省一下？如果要写回复，一定 fail 嚟嘅。但我谂住我哋一路落机到依家，呢一路都黑晒面，我讲下笑话，缓和气氛，咁都唔得咩 ？OK， 我成日喺制度啦。 请问话，咩贴啊？我系你上司，我系你嘅 captain 啊！你有问题我唔可以提出嚟，系嘛？但你都系我男朋友啊！我哋而家喺度食紧饭啊 ，off duty 啊！你唔可以唔好对我咁 harsh 啊！我提醒你系想你进步啊！你知唔知做飞机先唔错得噶？你几时先明白噶 ？OK， 我知，我又错啊嘛！ 你又啱啊嘛，但系我哋咁样食饭有咩意思啊？大家都唔开心。Sorry， 我唔食。喂，何连希。
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